嗨，编辑。嗨，你好。今天要去哪里？今天要去风云院三 D。你明天才要来。下午要去、Google 的记者会。OK, OK。所以说呀，他也是。然后如果时间的话，再去 Innovation Forum。那今天最期待的东西会是什么？今天没有什么期待的东西。明天会碰面，可是明天中午。Innovation Forum 吧，好像有那个 headphone 的那个 user experience 的那个的分享。好，祝你顺利哦。没问题。